嘿嘿嘿。用三个字形容自己。三个字，不知道。自己最喜欢的绰号是 Oreo。我有 Oreo 的绰号。这就是国庆学长跟陈姐宪在那边，要怎么刁我会比较好听一点，我比较不会生气那一种。想要哪一种超能力？飞在空中，变透明，隔空取物。飞在空中，因为可以去各个想去的地方。那个变透明，虽然我已经习惯了。觉得自己最迷人的地方是眼睛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大。眼睛。怎么说？眼睛比较大。除了台湾，最想定居哪一个国家？美国，因为地很大，然后环境很舒适。除了台湾吗？美国。我可能在那边会比较白一点。